三宝里上观第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节，我来读。所罗照三宝里所定着的日期前后七天，三宝里游玩来到吉甲，百姓离开四散去。所罗讲，将烧祭甲舍恩祭带来我家，伊就要献烧祭。伊献烧祭，拄到边边看，什么哩？到了，所罗出去迎接伊，要甲伊请安。什么哩讲？你做啥物代啊？所罗讲，因为你，而因为我看见百姓四散离开我，你也照也无照所定着的日期到。各非斯人已经驻足伫个密伐，所以我讲，非斯人要到吉甲攻击我，也我犹望为。犹原求摇花施恩，我就勉强献烧祭。撒母耳对所罗讲：“你做王室人，因为你无遵守摇花，你上帝所命令的诫命，要是有守，要是有守，摇花就。”经过你的王位，在一世中到永远，但你的王位无久长。耶和华已经找着合伊心意的一人，故耶和华也定着伊做伊百姓的头，因为你无遵守耶和华所命令你。以上完成的，祝福咱所读一生的话。